实都在的啊，布依族人都是姓武，都是一个大家族。他是武生福，他是武德海，他是武祖祥。我的名字叫武奇锦。我1964年在石头寨出生。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我的爸爸妈妈就跟定了移门娃娃亲。老人所说的一样，有理必嫁，啊，有难必娶，啊，外面的人才瞧得起。那结婚以后，啊，女方就回女方的家了。17、18岁、20岁，每当到农忙季节的时候，家里的人就把他带过来帮忙。一来二去，如果女方他喜欢你，啊，他就住下来；如果他不喜欢，他来了一次，第二次他就不来了。他不来了以后，就证明他不喜欢你，啊，不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，啊，这一桩亲事，那么就没有多大希望。在布依族地区写退亲书的时候，就不能在家里写，啊，就要来在外面写，并且写的时候要是放在石板上，放在石头上的写，就是说天则平，地则正，让村寨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。啊，这一张娃娃亲已经退下去了，不存在了。跟我店里娃娃亲退掉以后，到20岁，啊，我就学会赶表，学会唱歌，自主去选择自己最喜欢、最中意的对象。刀把干猛松展干，刀把干猛松展归来。赶表就是布依族男女青年通过对歌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意中人。每天的赶集啊、活动啊，一般都是在吃早饭以后，趁这个时机去赶表。男方在一边，女方站在一边，啊，你喜欢哪一个女生，你就叫自己的妹妹啊或者姐姐啊去跟你喜欢的人沟通，啊，就说啊，我家哥哥或者弟弟已经看上你了，啊，他就约你去赶表，啊，男的走在前面，女的在后面，大约要20米左右。因为第一次才见面嘛，啊，肯定害羞，男生也不敢看女方，女方也不敢看男方。到对锅，赶表的时候，距离也要不低于5米至10米左右。但是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相处，时间长了，这个距离就逐渐的缩短。老烈给把我热闹的把玩，烈把我热闹的把把。烈来抓要跟上马郎人有人，烈来不要跟上马郎人有本。白黄这两根来。2000年以后，大家掀起了打工潮，男方喜欢女方以后，就用电话联系，微信传情，比如唱布依歌，就是用微信来唱，女方唱一首，男方唱一首。通过对打的这方式来谈恋爱。结婚以后，首先要有个房子，有个家，在家门五恩亲的帮助下，我家的这栋房屋就建起来了。他就是五恩亲。我叫五恩亲，以前就读到2年级，小学2年级，不爱读书嘛，只要喜欢做这个嘛，所以21岁。开始
这些房子起码都有二三十处嘛。还有我们石头村的岩门洞，就是是我们一些自包居住的。旧的房子只要有票子嘛，你专门拿木料装修里头嘛，都好在。夏天在里面也是好在，冬天在里面也好在。第一层是喂猪喂牛，第二层人在，第三层呢就是拿装谷子啊。那时候谷子有多，这是有三种的嘛，有青石的也有，有白粉石也有，红粉石也有，地下都有，哪个位置都有。来旅游的情况下，不要旧的石头，他就爱看；如果外面把它粉糊好，他就不爱看，不爱照相。根据地数嘛，可以走二丈一，或者一丈八八，还有一丈六八。有八全家都发嘛，要八不离八，全家都发。石匠和老师傅样样都发，这个意思。原来旧房子太矮了，为什么嘛？人家做生意你不做生意不行啊？我喜欢了，我的那两个客厅，我家的儿子他说要拿木料来装了，地板那砖来整的好拖了嘛。我肯定喜欢石头，为什么呢？石头进来嘛，耐用嘛，几千年的问题不大。那水缸嘛，都是用石头做嘛，用石头来做。一个大石头打成四方呢，要把那个打好，边打好了，要把中间挖成窝窝，它就成水缸了。我最喜欢这里冲拿走的，爱送人，一个有两个窝窝才打，那心情舒畅嘛。啊，送人家说一身好嘛。有些他们干部的回来，政府的教说叫我们石头菜搬迁地，我们不要，这里空气好，水源好，什么东西好。我家的新房建好以后啊，我们就搬进来住了，她就是我的妻子马兰秀。我的名字叫阿秀，我不是石头菜，我是嫁进来的。布依女孩子就学蜡染啊，学织绣啊，织锦啊，绣花，全套衣服都会自己做。我喜欢织锦就穿漂亮了。姑娘嫁出去，结婚的时候也少不掉。老人去世的时候也要穿送葬。结婚的时候就喊人家来。大家帮忙缝，我们也准备搞衣服送媳妇来。我什么我都会做啊，以前我们什么都会做嘛，现在方便了，有缝纫机啊，不缝了。八岁又帮父母种啊，不会就爸爸妈妈是教哎。教煮饭啊，干活啊。我家有两块田，一年收得2500斤的稻谷。种田就有吃了吗？有玉米，有稻谷，有蚕豆，什么都有。茄子、葱都有，什么菜都有。妈自家种好吃啊，好香啊。想吃香的就种香的，这个米说不出来，太香。以前还没有自来水，都要吃白水壶，就是用水就用白水壶来。这么多年有改变了，现在有公路了，有洋房了，有家。有家没有啦，有家也有比我们多一点点。那搞植树啊，少一半啦。哎呀，没有办法，不可惜。我们喜欢大自然嘛，有山有水，有石头，有地，有田，几辈都要想。
靠这里啊，几千年人都在这里啊。我是土生土长的布依族自治寨人嘛，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，我爱我的家，我爱我的家乡。身旁不如你哦，门一冷门不如香凉，门一冰旁不如暖，门人古怪嘛变了怪嘛人，人古怪嘛变古妙哦，人古怪嘛人古方，方那灯嘛古够下了油，古顶古人下了安嘛，完了。Ha ha ha.